你这洗的是什么呀？你再看这儿，师母，衣服已经洗得很干净了，你又学会犟嘴了。重新洗。娘，干什么呀？这儿做错什么了？你还没正式拜堂成亲呢，就开始护着他了。他活都干不好，怎么成为宋家的媳妇儿啊？善儿。 我就宋多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想嫁给宋多，你就得先学会怎么做宋家的媳妇儿，否则我们家是不会接纳你的。娘，善儿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？我没这么说。善儿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把宋多放心的交给你呀？师母，是不是善儿做错什么了，惹您不高兴了？ 善儿可以改，改是来不及了。你呀，就死了这份心吧。娘，善儿到底哪点做的不好啊？我说不好就是不好。娘，宋多哥，别再为善儿跟娘吵了。善儿重新洗就是了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要是让师母看到了，他又该责怪善儿了。